在这里吃啊，嗯，带走。好像要两个蛋那种，一个。
两个，两个炒饭，谁要关门？哦，两个都要辣椒的哦。啊，要。这就是人间烟火，我说这是很有烟火气。你看现在他妈的香海到处都不给摆了。老板。Thank you.
Thank you.